道尊牧师刚到之在让车回面在门来为让他进爱国的正道行文。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爱读的正道经文是《传道书》第三章第一第九到十五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中有什么益处呢？我既常在教师人劳苦，使他们都期待受敬量，上帝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到世人心里。这样子，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再到世人，目前如众生喜乐惊相，并且人人力合，到他这些老路当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师。我知道上帝这些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行，就是要人到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打算就有了，将来的事咋伊也有了，并且上帝使伊过的事定性再来。这是上帝的话语，赐给上帝的子民，感谢上帝。感谢惠敏姊妹，这次就请曾牧师来为咱讲道，他的题目是《凡事都依靠神》。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原本是咱个张正东用伊回答啊，每个这个下场的组织来讲道的哈，等下两个礼拜再伊有通知话，邀请我呾来代替来讲道，因为到另外一个家会来讲道，所以今日真欢喜，甲弟兄姊妹一同个来学习新的话语，了我都双道哈，我无。根据这个教会，这个年历哈，给这个经文啦哈，我用这个传道书啊，第三章，第一节六到咱个会推这个圣经经文啊，凡事都依靠神，凡事，我老耳鼻来选这个题目的时阵，我想了真久。所有的事叫做方式，我可以打伊个对面打方式也是会使。第三章吼，这个创道书第三章，10个经文，我甲记来哈。方式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其实。这十个经文哦，若是你真个明白圣经个道理、个真理，你活着是一个有信心、一个喜乐个基督徒啊。若是你真个明白这句话，其实若是你明白你顶头，那都啊祷告了、忏悔了，哎，往事还是往事，但是咱好拢有烦恼个，对不？这一顿唔知 S 顿有通食无咧？新加坡人无安尼款个烦恼啦哈！你一出门第个都通食，食较饱了。但是咱推到真侪，咱其实是担心个是真个有真侪事情哈，无定着个啦。就是你读这个圣经经本读一集之后吼，有一堆一堆个叫做相对个，这个叫做叫做组合啊，东文叫组合，组合
什么叫组合呢？我答对不对，这个是组合，好不好？但是你读圣经经文吼，这样子能达到真侪方式，方式。所以今日呢，用多多的这个经文来学习吼，能为依靠神，这个是神确认的嘞，确认确话。所以我希望你最近啦哈，你离开这个圣代，你会背啊，这个经文方式都有定期。来，那就当来读。方式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在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其实你也是读这个创道书吼，头一派你读来打，你觉得怎呢？这个是一个灰色的字哎，灰色的背光的字啊，打到真正艰苦啊！人说，就是你读从头至吼，你读了之后吼，你觉得真艰苦啊，对呢？叹气啊，唉，哇，那是真严重的问题嘞。所以做这个牧师，那是做这个讲道时，从这个从头至得到一列着伊个精神，唔是背光嘞，背光嘞。但是，那同意这个从头至吼，你同意二十集的节目。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圣定义要我们得到喜乐，最近哦，最近哦，让主回之后哦，让得到喜乐，让得到信心，让在圣的规划哦，一看每一个人哦，所以到王室嘛，王室王室，就是你个话哦，若是明白圣经，特别是从头至尾三章，让就爱得到一个喜乐的过程嘞，看到真侪王室。你明白了齁，对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来帮我就没直接来读齁，因为段一集了，段二段三齁，到头段八集你回去自己读。就是你读了没明白，你找这个读经段啊，明白到一个意义是什么。其实齁，这个段二集到段八集来帮我大到啊，人生当个退，就是身体的退，风甲冷是相对应的光亮嘞。所以头先有四对啊，是到身体的定命，生有死，死有死。其实我相信啊，我甲我家人能陪啊，其实能会在那个生命哈，地点个手当来控制。那个在生，无人会要求他，我只是爱生对不？这个老公真强，但是伊是叫做预产呐，对不？比个山山起呀，山起只是大概哈，一个礼拜哦，伊生了，但是直接无人会知。死咧，死更加无人会使决定个，对不？我做牧师今年年纪就五年了。真侪老人家答：“哎呀，我生活真艰苦啊！咱家的命真苦啊，真苦啊，歹命！我觉得我唔是歹命的人咧，但是有时家家人打得陪话啦。其实当我特别真歹命，所以呢，这五年吼，我个叫做的个，无是五年啊，这半年我身体个皮肤痒啊，是湿疹啊，湿疹，所以得吃冬药，吃冬药真苦啊，对不？”真的真苦，段三拜个聊天吼，哇苦个，我咪介绍去了，真苦真苦，所以那个苦命，其实是大声笑。我想到，我其实是好命的人嘞，我身边的人、家人、朋友拢对我真好，真惜我，真爱我。当然，我相信你嘛是得着家人个真在爱护了，所以大家这个吼，有一个真侪有意思个吼，第三章嘅第二集及第三集，财政无私，不出所财政嘅啊无私。你想一下，这个一个单嘅财政咧，利息来挣这个苹果树，
在情无私，但是第四不会出来啊，无私杀落的，杀落的，杀落的，无私为敌，无私贴毁的，无私降噪的，无私卖大家很爱好。其实那个拜礼拜为你公会加灯，对不？该归该月哈都降生了。但是我到四五年中，还是六七年中，我是到拜礼拜来学习，对不？其实那灯中的领袖会知哦，当时该这个啊，蔡牧师、蔡善智牧师，噶我是到这个对来帮，对不？其实那一种个知识啊，底个意境未啱咧，对不？那是当着来降加灯的，因为那个发电无够这个停车位，对不？教会教教会啊，包括三十个位啊，停头停尾的个咧，但是意境未啱。其中唔是，那唔现在唔是当教会的即时无掉，唔掉，唔是安尼看哈。就是有时是降噪，有时是拆毁。我隔这个理，真侪物件吼，其实是唔使人去决定个咧，人尽可能个去做。尽可能去做，哈！大岁时个晚辈来打，咱尽量去做，但是不会使往窗界来主宰去做，无病。即使你已经上水去研究来打吼，其实至少事情啊，所谓事情啊，是大到底个呢，就是当时个方面啦，啊，就是叫做风啊，就是精神的等。这个叫做精神的方面了，就是这个那个想法，那个思想，那个感情，那个爽度，那个社会的方面，那个关系啊，人际关系啊，其实那用这句话来的靠有私求有私，当然那个双大三好感大拜有求大求为那做这个啦，对吧？但是无即个可能个对不？还是透高职啊？即个人是大笑话，即个人是想想改做一个好。但是呢，想想者可能这是未正未正想个人嘞，伊无去面对事实，事实个爱动无私，跳舞无私，这个就是传道词可能明白啊。这切个事情个发生啊，拢是有家己个时间。叫第三个，这个定名哦，就是灵的定名。所以这个祷告给人的爽度，人耐心啊，所做出的心深深应该这个承诺、深造、失落，有时是安尼，有时是安尼，保守有时。下气下气无私私力私力私私力啊，对 LIH 私力无私啊，红豆无私静默静默无私鱼眼无私喜爱无私行红啊红啊无私增强无私话好无私，那无安尼个时间吼，正直正相随。但是这个都是人生，上帝爱乐个我经历个咧。做你上帝爱乐个我经历咧，因为那人生个传播吼，若是能爽来，但爽上好个对不？生到一个真富贵个家庭对不？了上好教育上好个，爸母个教导上好个。但是人生不是这样的，对吧？人慢慢大了，二十岁，要去读大学，出门对了，查甫朋友、查甫朋友感情的门对，要交往的时阵，面对失败，真多这样的事，这个就是灵的深恩的爽度。我想要打一个真简单的故事，有一个人伊去买碗，买一个瓷个碗，啊，瓷个碗。了，伊去个买这个碗的时阵哦，
一个未换的人吼，但你算啦，你爱选贵个还是偏个换？你有这个店的人吼，店的店员吼，伊都那你辞退啦啊？你有当时这个未换的人呾，我爱选好个换，一个质量是好个，但是这个未换的人吼，伊呾未使哩。问后吼，这个未换的人吼，伊呾你辞退，这个是一个工业的换，是一个标准个。如果这个不换人捡这个碗吼，你再做你打这个碗是好不好呢？伊个这碗吼，轻轻个，去轻轻个，轻撞这个啊，这个碗，啊是一声叮叮叮，哦，都是好个。伊个咔一声是真正轰炸个声，哦，都是不好个。最后。这个买碗能真强，伊呾我双只十个碗，其他我买。真讲到这个故事，大概吼，咱爱双碗，还是咱人生，咱个标准，创造个标准是第个嘞？咱个标准用错了啊！其实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大个问题，所以咱有时真惊可能骗掉啵。但是哈，咱应该标准啊，应该是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咱生活的标准，就是圣经。圣经是上标准的参照的这个标准，而且照圣经所答的，好的那就去做，不好的别接受。所以，这个经文我特别爱请大家吼在想，大概方式。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碰这个红色的字搭，方式万物，这个蛋糕底个呢？其实看这个对一扎这个吼，从投资对一扎这个蛋糕，方式万物是大底个呢？但可能如快的事，荒如的事。其实这样，这个家门当好一个真重要个嘞。人生有无好的事，对不？可能命的事，可能路的事，这个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下家特别去谈哦，咱信主的人，咱有一个眼光去看，去相信。其实哈，直接发生的事哦，最后是靠人的喜乐个。问我当我讲，下一个家门会达到喜乐的事。但是这个单个定期，能受英文教育的人才了哦。英文是当 appointed time， 定期，什么事发生哦，也都有一个定期个嘞。唔是人决定，是新个定期，叫这个是定时，也是一个适当个时机。这两则个经文啊，特别单个上帝职位不灵。参透，做你上帝的事，未容易明白呢？因为这个祷告底个呢，其实从头至大至哪吒的经文吼，是可能明白。人生你跟我面对的是可能人有得益处吗？还是劳碌的事？你睇这个乌色的字单，从头至吼得着一个结论啊！上帝将这座石刺刻石刻四经啊，目的是叫人慌忙劳碌。这十个经文真重要哦，但是十个经文最重要。等一下你就要激动啊，十一集啊，你咪听了这个就离开了吼，你就哎呀，牧师大概不好，圣经大概不好，上帝大概，因为你听一半，人就要听到一句话听了吼。王创的明白，听一半是真危险的吼。我创到这大吼，大理解。生吼真无爱呀，所以有时我甲朋友陪话的吼，你无爱理解。其实无爱是好的事，但是无爱来大吼，是当可能其他受理解经量啊。头先那个读经我当，那个姐妹当经量，爱粮食。
爱洪亮，爱凄凉。那个网络哦，其实爱五处一个金榜的都是一张，十一张。那是当来读哦，十一张，这是蓝色的字，即哪啥？上帝造万物，佮按启示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到世人心内。这样子，上帝从世之中的职位，能不能参透？这个祷告和正正，上帝对乐高的人生计划就是忙碌，对无真无爱，真慌忙，对不？真无爱，未得到真正欢喜的事。但是上帝有多做一只祷告的永生。这个用声哦，这集的经文是上艰苦解释啊，所以那用这个经文哦来帮这个字，叫做浩浪啊，读掉唔掉不要紧啦，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啦。这个、希伯来文啊，点解呢？写经哦，无原本这个用声这个解释波来翻译波嘅。无嘅，所以十一集吼，有时是真艰苦，甲人解说，佮人明白。但是即个更多嘅译本吼，是大家用声嘅意义啊，是上帝将即个永恒嘅意识放到人来背。你知叫秦始皇对吧？秦始皇爱永生不老嘅，也当医啊。人生本来就是像爱永固的存活的，本来是这样的。但是吼，上帝会知吼，咱过去、现在、甲未来的事，所以这个解释吼，来俾大家理解。有永生吼，是咱未使参透的，未明白的。但是咱会知吼，下经到十一章来表达，咱有一个规划，咱其实啊，那个人生。结束了，咱去地过。这个是基督教其所有的宗教未变样嘅，就是咱信主的人得永生，即永生是经济，经济永远嘅生命。所以，但在一集，我们可真讲要讲苦明白嘅归宿，就是安尼。但是正正啊，上精彩嘅是十二、十三集。因为咱艰苦、慌忙，理解好对不？正正上帝的规划都是一个恩赐，可能可乐可哇，终身啊喜乐吉祥。所以底下这边我其实双读这个经文是爱鼓励你，鼓励我家己，多吃个劳碌当享福，享福啊！你个子孙安尼做，你会享福未？有时候看到咱真侪长辈吼，为着弟弟呢，为着儿女，为着子孙，子啊子咪惊啊，哇，过年啊，未来未去真好。但是咱未晓享乐享福，未晓，咱就是叫做排名。有时爱学习，咪真侪咪惊，爱教徒，当个分工来做。所以这个哈。这个经文祷告，我想读红色的字啊，时常欢喜，一生享乐。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吕译本的吼，给翻译啦。这个是传道者对乐个话个鼓励啊。咱会使乐，会使行，享福，是上帝给乐个恩赐来。就是咱读到这个唐道传道书啊，嘅时传道书嘅时阵，咱都爱掠着这个叫做闭关啊，重要点啊，咱会相应生命嘅方法，带你家己硬核，对不？向好，咱就受着别人啊，惊想，你就成为一个真正快乐嘅人了，你会使帮助咱嘅人啊，表示你比别人如今。啊，得好啊！咱会使关怀照顾别人的事啊，爱聊聊爱结束了啊。你为了什么是
刚才非洲这个这个叫做土族啊，土族啊，哈、啊，伊能住在个哈，放英国国人啦，了美国人住真欢喜，可以个来旅游啊。了这个老人吼，在个底个来，落背底个草布，一布草的布，伊是一顶一顶的布来烹的，来缝的，来缝的一个了。伊都做个真硬嘞，一放一顶一顶啊，伊背骨里背十硬啊。哇，去到美国，人真欢喜，都爱给买嘞。了，这个做生意人真强，伊他这无真好，即时吼，我甲伊商量，我甲你买一帮顶个布草布，了我捡去美国啊，我烫啦，一箍我卖五箍。啊，黄伯牛伯，了这个做生意人就问这个老人，安尼我给你买啦，我给你订，一帮订个这个布哈，你算几厘？我那订是十五条啊，伊老人答，袂使哩，这订袂十五袂使，我卖你二十五，哇，这个做生意人袂使哩，你做生意袂啱哩。一顶卖十五，啊，一王顶就卖你二十，卖我二十五，那我怎会做生意？这老人鬼水大，因为吼、哦、我这个草布吼，我是真正翘脚个嘞，啊，我伫慢慢做，你爱来你来背就背，啊，我今日做五顶，我就啊，就够过我了啦，哈、啊，过我了，了一旦我。要艰苦，我为着你看我做一王顶嘅草布，啊，我唔系，我唔为为了淌泪来耕种。即耕种嘅故事，其实也是问着咱每一个人，咱生活、咱生存嘅时钟，为什么耕种？真侪底下姐妹，咱都教会，咱为着什么死红啊？为着水，为着什么事来做这个事？会答未？有解答无？有理解无？真正得到幸福的人会明白，为什么甘蔗是甘蔗？为什么为了死红是死红？所以来到十四集、十五集啊，达到这段经文这个结束，都是上帝对过去发生的事。噶现在嘅事，噶将来嘅事，其实已经无聊咧。所以我特别推圣母，圣母啊，我不是个推圣母咧。所以呢，伊个圣母唔是圣嘅母咧。简直要大只嘅，对不？种圣母已经一点钟发生了咧。其实无年在，一千年在已经发生，所以无叫做圣母。圣母是对你嘅话是有圣嘅物件发生嘅事。所以今日把上帝使恶过一过的事定心再来，这个下不我有打到水的字，可以说到底个咧，都是上帝忏悔一过去的事，从敬畏的心，即使你无读教本的传道书。但是这个光亮很真动摇，那个新的光喜就是有智慧的人，一得智慧的人都要从敬畏的心，所以从到这个觉悟的时钟，就是当那定心的明白，敬畏上帝的人，咱就得到哈喜乐，得到信心，这个就是结束的结论。但我们是好多生命来帮。各样对比的经验当，让学习哈，会团结先智慧的引导的经验。所以其实我当个今日的这个主题哈，根本哦都是方式都依个性，方式都依个性。其实这句话就是我断了八点钟所打的这句话结论，所有的。主导的，不是咱去做的。
结果是圣洁、完美、喜乐。若是发生到乐果性，就是因为神的引导，咱去依靠伊。所以依靠神就是方式，而天下万物都有主上的引导。咱做伫个呢，咱保护伫个，就是想想个行想，想做好的事，无好的事，卖去担你罪，所想所做的事，卖做你罪。保持你个时常欢喜，这生咱都享乐。来，咱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靠我听圣经的话语，特别是这个智慧的这个文学，都是从道字来搬。可能会在新的话语，都有这个狂病，都有灵力，方式都有定期。天父啊，阮是圣灵的儿女，帮助阮有一个感恩的心，为阮为我们规划生命当个一切个经历，所有个事，凡事万物，是因为你来改变阮，学习你家己独生子个形象，来活出耶稣基督伊个形象。成为一个做光、做念的见证，我按你祷告，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